嗱，祝我哋合作愉快，一定愉快！我真係好想我哋嘅接龙酒店入边嘅霸王饭店正式开张啊！我真係等唔切啊，想即刻快啲 book 台食你哋嘅名菜霸王别姬。无人欢迎，老板，我送你出啊！哦，嚟嚟，请。嚟嚟，嘿，李老板，做咩一直咁望住我哋宋总监？我睇睇阿宋总监，有啲似。 演《項羽》嗰個演員，最近好hit嗰套《項羽如姬傳》嘅電視劇咧，大龍生，你有冇睇啊？我邊有時間睇電視啊？不過我都聽講呢套劇好hit嘅。嗱，我哋公司啲同事食晏時候都一路食一路追劇嘅。咁啊係啊，我仔係小學生，佢都係呢套劇嘅粉絲，睇嚟呢套劇真係30歲到80歲都啱喎。咦，《項羽》又名楚霸王。 直情係我霸王飯店最佳嘅代言人喎！如果我想揾阿宋總監扮項羽，派街都宣傳海報，你話唔知得唔得咧？嘿，good idea！嗱，呢套劇咁 hit 啊，應該會好有 noise，啊，快嚟点睇啊？咁我冇所谓啊，我都未试过做项羽嘅。睇嚟古装都几好玩啊！李老板啊，其实我都可以客串做虞姬，同宋总监一齐搭档噶。好似有啲唔系咁适合喎。女主角到啦，李老板，大家好。我哋介绍影视红星晶晶，大家识噶啦。识。呢位就系我哋今日嘅楚霸王。你好啊，晶晶小姐。你就系项将军啊？ 又真系好大只喎！你咧，咬晶晶就得噶啦。不愧系项羽哥哥，你系咪最开 gym 噶？不如下次带埋我去啊！晶晶姐，阿辉，唔该。唔该。哎呀，项将军，你咁唔小心噶，不如等我帮你啊！项将军。 你真系好结实啊！我自己嚟得噶啦吓，唔紧要啦，等我帮你啦。你唔怕嗰个肌肉噶？你嚟帮我，你帮我，你帮我，小莲，冷静啲，深呼吸，放手啦！放！好啊，好，力拔山泥气盖世，果然系女霸王。 最啱食霸王鞭鸡，好味啊！小莲，你真系好有型，呢个造型真系好衬你喎！哇，家姐扮呢个女霸王咧，真系好有气势啊，仲犀利过辉哥呢个项羽啊！仲要揾女仔嚟反串，真系好有兼容喎！所以呢个广告反应好，好受欢迎。 李老板话点击率仲登上咗热搜榜number 1啊！霸王饭店啊，都唔知几好生意，日日full booking，而家订台啊，要等到2个月后啊，先有得订啊，仲带欠埋我哋接龙酒店添。唔止啊，霸王别姬呢度名菜，而家日日都卖断市，要预订先有得食。呢个功劳真系全靠小莲你啦。咁啊系啊，家姐咁鬼恶死，啊唔系，系咁有霸气，真系好似项羽噶。 咁就要喂屈你啦。先唔系咯，角色扮演啫嘛。我平时不知几温柔啊。咁佢，霸王别姬嚟啦。哇，真系色香味俱全啊。系见到流口水。啤啤啊，我夹只鸡髀俾你食啊。好啊，不过咧，我真系好怀念你头先嗰个徒手霸气司机，真系好差，好迷人。你中意啊？嚟啊，等我撕俾你食。 啤啤食鸡，借大王赐鸡。好唔好食啊？嗯。